声音传出说有南投不停，你怎么看？谢谢大家都给我很多的关心，基层的声音我们都会倾听，我们不断的倾听，也不断的期待，我们因为倾听解决人民的问题，让这股力量能够不断的跟我们站在一块。所以其实为政者就倾听民意，以民为天，以民为本，大家携手往前走。像你怎么看最新的民调？你是微幅上涨，然后反观赖清德是下降了3%左右。那如果是换成郭台铭出战的话，支持度更是不太乐观了，甚至比柯文哲还低。你怎么看这个民调？这个民调高低都是参考用啊，最主要我们只要有心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一点事，就大家同心齐力一起共同面对，让我们台湾会更好，国家更进步。所以这一次协调提名是党中央有拜托你，还是你是以总统参选的身份来协调？这两位这么优秀的问政人才，这长期以来都跟我认识，也是我多年的朋友，所以两个在一个阶段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有一样的做事的态度，所以只不过找他们来聊聊天，看看他们两个的想法，听听两个人的意见。既然面对双北还有一些问题，都是需要中央跟地方来合作，能够让到中央跟地方一起并肩作战，带动双北的合作，也带动双北的发展，这不是一件好事吗？所以其实大家既然都是目标一致，想法一致，只要能够为国家为人民，不分你我，大家就携手合作。这样怎么看？游淑慧现在退出初选，那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就批评说您是就是侨王，侨到台北去。淑慧跟燕秀都是一个认真优秀问政的人才，而且都有心为国为民努力做事，尤其新北市跟台北市都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同时两个我也都认识很久，所以既然有共同的理念跟想法，都想为双北来带动更多的建设跟发展，所以我再找个时间跟他们两位聊一聊。两位都面对现阶段的国家人民所面临的挑战，都愿意团结齐心的合作，我们带头带着正向的观念，一起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最大的贡献。问一下，是你刚刚讲说是让立委候选一个留在就是这个选区，另一个放在最艰困的选区，那所以另一位现在是会协调到哪里？我记得过去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了，国民党要提名的时候会放强棒放在艰困的选区，而不是会让艰困的选区找不到人。但是淑慧是强棒，注意自己要不要他要不要到这边来，还要等淑慧的答应。但是我是非常乐观这样子。帮你讲一下，其实昨天侯市长在跟我们两个沟通过程当中，还特别提到淑慧其实是战将，无论是扛帮国民党扛总统大选这一战，他的空战作战的能力，包括在刚才这个黄旅主委所讲的，找一个艰困的选区来战，其实都是战将，这个是侯市长所讲的哦。但因为黄旅主委昨天不在现场，应该让淑慧后面来补充。我暂时只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辅选燕秀姐啊，我们在港湖地区我们真的希望这个可以更换高嘉瑜因为过去4年呢，事实证明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立法委员，这个跟政党无关，跟及不及格有关不管是关说疫苗，或者是说把这个问政的空间当作秀场不断的用唱歌来掩饰自己这个问政成绩零分的这个假象所以目前我还没有考虑到其他的这个任务但我想做好辅选港湖的工作，我会很快乐，而且很愿意。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宣布，就是我们非常谢谢侯市长，就是我们侯友宜市长的居间协调。那直到今天呢，我们还有机会来向各位媒体先生女士来报告。
我们中国国民党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党内的初选，那为了我们党内的和谐跟团结起见呢，港湖也就是我们的第四选区，已完成内部的整合。同时要跟大家报告，我们第四选区的党内初选，那么就要宣布停止。那未来呢，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两位的最强的、最强战力的，我们的原来的立委候选人哦，我们一个会留在本区，另外一位我们打算给他放到最艰困的选区里面去，那为国民党打一个美好的选战。我想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国民党的一个选举的策略。那我的报告就到这里为止。那一下我们就请我们两位议员来跟大家做报告。好，那就请李彦秀议员。好，各位媒体好朋友，大家午安哦。恐怕大家看到今天下午临时这个记者会，恐怕非常非常的错愕。但是我相信这个也是淑慧跟我打这场选战以来，我们两个昨天静下心来，好好的跟侯市长吃一个简餐，喝杯咖啡，我们两个深深觉得，其实这一局我们两个共同最大的目标跟敌人，其实都是民进党，都是高嘉瑜。那所以一开始我就设定，其实我们都最大的目标是要下架民进党。所以昨天经过侯市长跟我们恳谈长谈，在下班之后，我们聊一聊。那我想淑慧经过了一些思考，那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要尽速的整合，而且我们整合的速度要比别人更快。虽然离最后这个初选做民调的时间只剩下短短的四天，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其实是共同的，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支持者担心，更不要让我们的支持者伤心。而且淑慧的战力是很够的，我也非常感谢淑慧。昨天其实跟侯市长恳谈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很快的给我很多好的建议，告诉我接下来七个月、八个月，每一个月应该出什么样的牌。那我想淑慧也好，包括我们选区其他三位议员，其实我相信都是我们接下来共同在2024这一仗，无论是帮总统的大选，或者是协助彦秀稳住拿回港湖关键的一席，其实我们都有共同的指标。而且五席立委整合在一起，这个就是最强大的力量。刚刚中午其实议长请吃饭，淑慧坐在我旁边，淑慧说要帮我加油，这个煎鱼哦，要加油，所以淑慧给我更多的油来煎鱼哦。真的非常感谢淑慧。其实淑慧2018年我辅选淑慧，2020年我连任挑战立委那一局，淑慧也站在旁边帮我，我点点滴滴其实过程我都非常感谢。选区的其他党籍的议员给我很多的加油，其实每一仗都需要靠大家的团结，团结都不一定能够下架民进党，都不一定能够稳住这一席，更何况分裂。所以我想更何况初选的过程的摩擦。所以昨天经过侯友宜市长跟我们沟通之后，我们觉得大家都以大局为重。我也非常感谢淑慧，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最后的关键的四天，我们让所有的蓝军看到我们的团结。我们希望团结从港湖开始，然后可以外溢到其他的区域，然后很快的国民党的初选的过程当中，摩擦越小，整合的速度越快，让外界看到民进党可能已经定于一尊，但是私底下派系的暗潮汹涌大家都看得到。所以我再一次感谢侯市长帮我们约了，我们在最后关键时刻下班之后还特别约了我们，晚上半夜将近十点钟还在打电话给我跟淑慧，然后隔天下班之后马上打电话给我，约我们，给我们时间，让我们两个有机会坐下来聊。所以再一次感谢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港湖的居民给我跟淑慧的加油支持。我们未来我们两个人的各自的支持者只会化成同一股力量，赢回台湾，赢回我们港湖这一席，赢回总统的执政权。谢谢。